今天我们吃这个牛头肉火锅，这个牛头肉啊，只要23块钱一斤，平常的牛肉大概是在30多40，这个这么多才40多块钱，非常的硬实啊，你看，都是筋，这是筋吧？嗯，牛脸肉，嗯，而且这个牛脸肉它是个很硬实啊，吃不动的。这种肉做火锅是最漂亮，这是牛头肉。谁？垃圾先倒了。牛头肉这很漂亮，你看带筋的。然后这边是，买了点这个豆腐皮，给它切成一块儿啊，自己做的这个火锅。这个牛肉煮着煮着，好像像胶水一样的感觉。这不是假牛肉吧？啊？不是，这牛头肉。我感觉像，是不是三花奶啊？这个科技与狠活呀、啊。最近我看到辛吉飞的这个视频啊，非常火爆。非常流行一句话叫科技与狠活，我之前看了好长时间啊，看老师我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今天我总算想明白了，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是不是现在这个科技好了，然后生活条件现在的就是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，科技也好了，就是说做的东西越来越好，然后狠活呢就是说现在咱们做事做的这个东西啊用心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阿爸没看过吧？没有。没看过辛吉飞吧？我觉得应该这个意思，就是说现在的人生活条件好了，科技越来越好，然后做的东西越来越好，然后狠活就是越来越用心的那种感觉，给我的感觉。但是有一点我始终没明白啊，有一点我始终没明白，就是这个三花淡奶是啥意思？我不明白。三花淡奶你喝过吗？应该是一种牛奶吧，就是应该是指的是一种牛奶。这个三花淡奶这个梗始终搞不明白什么意思。这个牛肉是。买过来我们知道是冷冻的，但是这个冷冻的这个应该不是合成的吧？我看看辛吉飞的这个视频说很多肉啊都是合成的，这个肉应该不是合成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你看啊，牛脸肉，这个牛脸这个肉它没有花纹，你看这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，这种肉不像是合成的，你看这个牛脸肉，这牛筋是一整块，你看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你看它是一整块的，看到没有？不像合成肉，我感觉这个应该是真肉。来来来。哎，对，老板，你对这个辛迪飞啊，这个最近这个言论怎么看？有合成的肉，买了个比哪有这么都不见过了，那里边又是吃肉角了，什么添加剂了这一类的。有合成肉啊？合成肉肯定有。像那些像都用在什么地方呢？它流通的渠道不是很广泛，但是肯定有市场啊。有是吧？嗯。你看我们自己买肯定不会的，咱们。它合成，比如说这个牛头肉，不可能合成个牛的样子呀。嗯，它这合成一块一块有花纹、有纹路的。对，有这种味儿。除了合成肉，还有啥东西呢？喝的东西呢？酒，比如说。酒加酒太多了。加酒太多了是吧？加酒太多了，你像120块钱一瓶的那个最差的酒，还有冒牌的。还有冒牌的。对对。哎，最近莲花牌味精挺火的，你怎么看这个事儿？我不知道，莲花牌味精是比较有名的，它80年代出的产品。那这个东西怎么样呢？以前是全国最好的调酒品，那后来为啥就是讲他就是不没有了，是因为啥原因？不知道，可人家造假顶的咱那，他是河南出的，大概那个是。哦，以前很出名是吧？对，以前最好的。人家造假。以前没有调酒品。你讲人家造假就是讲有好多冒充的是吧？嗯。我在网上也看到好多讲好多人冒充的。把他搞坏了。是吧？以前咱们都是用那个鸡精、味精，好像从来以前我小时候记得那个白白的袋子。那都是莲花对吧？嗯、里边白白的几斤那个味精。现在莲花牌味精嘛。嗯，现在好多人讲，还有那汇源果汁，你也知道吧？不知道，汇源果汁我也不喝饮料。以前都讲汇源果汁，现在都讲汇源果汁不错。不知道，谁知道你？嗯，那你们估计那时候没喝。饮料。对对对。那国家肯定会打击的。